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府五日报道，针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受访时表示无人能阻止中国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在答复媒体的电邀中表示，美国仍信守基于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崔天凯日前接受中国官媒访问时批评美国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表示不容任何人破坏一种原则，否则后果很严重，甚至说不论武力统一或和平统一，一定会统一台湾。国务院官员以背景说明方式回答媒体说，崔天凯的发言要他自己说明，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的指导对台出售防卫性武器，并遵照法律程序评估台湾防御需求而来，美国长期的对台军售政策在七任政府都是一致的，美国一贯的政策有助于台湾安全，也支持维系了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寻求一个台海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旗舰的方案。